拜拜。好的，听完他们唱完之后，还是要有点 Halloween 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请看大幕，我们要来捣蛋啦 ！Check it out， 来看展演哦，耶、yeah ！我们这一次呢有，有展演给大家看哦。你确定是这里吗？是啊，我表哥说应该就是这里。你有点想回家了。干嘛？你害怕了？才不是嘞！啊，什么声音呀、啊？只是只猫而已，你们两个吓成这样子。你刚刚叫的最大声好不好？哪有？你们在找什么东西吗？你们在找的地方我知道哟。他要干嘛？哇，什么？太厉害了！上车吧，喵。我们走吧。这才是我要的冒险。可是我……快上车啊！不然就回家吧。不管了啦。哇，好奇怪的地方，太神奇了！我们到了哟，喵！太帅了吧！那个到了，当然要进去了。就是说。我的口头禅是 Yo, check it out。 你好，请问你有看到一只小黑猫吗？它是一只短毛野猫，它是黑色的样子。关于你，关于我，关于你的朋友，关于勇气与否。是往这里走吗？不管了吧。它是不是乱指路啊？真的是这里吗？我好像迷路了。我是莱特，我的口头禅是你相信光吗？怎么办？我会不会一辈子都困在这里？妈妈，这个是出口的方向吗？不管了，先走吧。出来了，有个人。你好，我想。先不要说话。勇敢是承认自己会害怕，但依然选择面对哦。哇，跟我走吧。小黑猫，把我的朋友还来。太有趣了，没想到你会跟到这里。是史黛瑞，我的口头禅是跟着音乐一起摇摆。睡着啊，就是说啊，我刚刚还在打鼓呢。打鼓？你们刚刚被怪物抓走了、哪有怪物？你在做梦啊？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走啦，该回去了。这么晚肯定要被骂了。这一定不是梦。Check it out。 哇，吓到你了吗？Trick or treat, smell my feet,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。Yeah, give me something, trick or treat! 好了，我们看完了展演，对不对？我们每